大家好，在 FB Star 团队的告知以及同意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台湾呢即将成为 FB Star 这个由 Facebook 所成立的加速器，就是 Accelerator 在全球最新的据点。对于还不太熟悉 FB Star 的朋友来说，简单来讲，这个计划的宗旨是向全世界各地的新创团队提供工具跟服务。新创企业在进入 FB Star 计划之后，一方面可以透过 Facebook 的平台免费取得跟使用 Facebook 不管是自有的或者跟其他大公司分享的，或者是我们开放源码自由软体社群所研发的各种应用跟服务，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 Facebook 团队针对这些服务所提供的所谓的导师咨询，也就是 mentorship， 来降低在新创的学习曲线上遭遇到的挑战跟风险。对台湾来说，FB Star 的到来有另外一层值得高兴的意义，那就是在去年12月25号亚洲连接矽谷计划正式挂牌营运以来，台湾跟矽谷中间又多了一条新的连接管道。未来透过 FB Star 再加上其他已经或者是未来即将来到台湾的这些加速器的专案，台湾跟矽谷的连接呢将会不断强化。容我再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谓的连接矽谷并不只是限于台湾的新创团队要怎么样去矽谷争取更多创投的资金，也不只是台湾跟矽谷两地的技术要如何协力发展或者齐头并进，更重要的是透过人跟人之间更密切的思想交流，让台湾能够多一些矽谷的文化。这是一个愿意分享知识、分享经验、愿意承担更多风险但是绝不轻易接受失败，一个愿意热情的面对社会问题、动手解决、不断改进的文化。这样子的 hacker culture 才是我们最应该跟矽谷连接的。事实上呢，今天的台湾就各项条件而言已经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举例来说，来自台湾的网络英语学习互动平台 VoiceTube 在 FB Star 还没有来台正式设点之前，就已经荣获了去年 FB Star 的最佳年度 App， 从来自89个国家超过1000个团队里面脱颖而出。同样来自台湾的成印团队 Acubic 也在去年呢获得了余克松城市设计大赛的世界冠军。余克松 Fish Hackathon 是由美国的国务院所主办，向全世界所征求创意，在短时间里面来研发对于全球的海洋能够永续发展的科技工具。这两个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台湾呢其实并不缺聪明的头脑，不缺创新的思考，也不缺热情的生命，以及能够实现软硬整合的生态圈跟产业群聚。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就是让上述的这些元素持续的、多元的、自由的相互结合。很高兴的 FB Star 计划的到来能够让大家拥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管道来达成心中的目标。谢谢大家。